暑假第一天，远东国小关怀漫飞陪伴娱乐营十五号上午开幕。县长王惠美与学员们一起进行创意化学画画同乐，画出白兔、绵羊及螃蟹等画作，与小朋友同欢。今天开始是暑假的第一天哦。那今天来到了我们远东国小，最主要是来看我们的这个漫飞天使暑假娱乐营哦。那这次总共有51所学校来申请，那可以加会有570个我们的特殊孩子们能够受到照顾。那特别也有我们197个爱心小天使一起来参与哦。那我想在这边要特别谢谢校长老师们的一个这个用心。那看到的课程也真的非常的棒哦，包括有动态、有静态、有艺文、有科学的部分哦，让孩子在这个快乐的、有爱的氛围中来做相关的一个这个学习。那我想除了可以让家长有一个喘息的时间，孩子也不至于在暑假没人来陪伴，在这边有老师来相伴随哈，那我相信孩子们的这个暑假能够过得更快乐、更有意义。彰化县政府开办漫飞陪伴娱乐营，共有51所学校办理，197位爱心小天使参加，在三天娱乐营期间，用动态、静态、艺文、科学等课程，希望能让570位特殊孩子们也有难忘的暑假、欢乐的回忆。公益频道林义俊、袁林采访报道。